欢迎收看《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圣教维新贤师同修及谢天温西安法会坛上莲座上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五路财神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一个人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石啊！一个人事业要顺利，要有财，一定要时时检讨自己，反省自己，然后不要再错。即使你检讨自己错了，赶快去向被你得罪、被你伤害的人向他道歉，求其谅解和原谅，你不要再犯错，那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已经就从地狱门走出来一大步了啦。所以我们当下有很多失败的人，也有很多成功的人。失败的人一定有他的可怜之处，失败的人一定有他可恶之处，不然他不可能失败。每个人来到世间上，上天都有好生之德啊，诸佛菩萨、列祖列宗都在保佑着人的成功，分享成功的果实，分享光明的讯息，结果失败了是有原因的啦，先从反省、忏悔，不要再犯错，然后努力去做。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也做了一个生意，原来做得好好的，啊，有一段时间的事业钱赚得不错，所以人家来找他。啊，他就置之不理，讲话都对平方出来，啊，就没有这一个涵养。过了没有半年，他的事业全部停摆，就到玄佛寺来找我，求老祖指点迷津。很简单，反省、忏悔，晚上回去自己找时间静下来，静静做的检讨过去你对人怎么样，你成功的时候你的心境和想法，而你成功的时候啊，跟你好朋友啊，你怎么样对待人，慢慢想起来，你回来再告诉我，一个月后再来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方向。结果回去咯，他就晚上早上一大早起来反省，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事业会失败，重新检讨。我送了一本八正道的修行捷径，好，我在台中经修院所讲了，由我们圆悟法师啊把我翻译过来了，翻成文章的八正道的修行捷径，
啊，这送一本回去，你好好检讨。他看完读完了，嚎啕大哭。所以一个月后，又来找我说：“叔父啊，谢谢你呀！啊，我已经觉悟了，我过去的功高，啊，过去的贪心，啊，过去的不懂事。” 啊，我的一切都反省错了，啊，向我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去，啊，忏悔，啊，求取原谅，啊，所以现在生意人慢慢又回来了。我说这是最好的教育，这叫修行嘛，高师傅，就修行哦，对呀，修行都改正。 修正过去偏差的思想和行为，那么重新以光明面来做，啊，你不要再犯上以前的坏习惯。所以这个图，啊，从这个图来看，这是善人善念，恶人坏习惯，坏习惯多的话。 点到尾啊，的黑暗的地界里底啊，百事不顺。那么你光明的心，光明的心，光明的念头，你怎样做，你只能光明嘛，很简单。每个人都有这个太极，哈哈哈哈。所以，我这位信徒，啊，他。 师父，你要我怎么修行啊？要从化验啊！我不是要你的钱，你钱我还会花掉。我要的钱，你若不跟我开，但是你要去探钱，探什么钱？功德钱。啊，你要去将你的坏习惯。啊，有朋友在喊功德，你欢庆忏悔，这样来就是个大功德嘛。你当师父的化身就好了啦。 他就好高兴了，那这么简单的修行这么简单哦，不会的，复杂。所以各位同修，啊，那你做事要没贪急，一定要先从反省、忏悔，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践、去力行，那你一定慢慢会找到自己哦缺点，啊，要检讨，今日今时啊，今日今时。 好，啊，因缘和合了，啊，那因缘和合，啊，那么善知识们，啊，这求圣法，因缘到了，有善知识来求圣法，怎么样让他的事业，啊，众生的事业，啊，能顺利呢？ 啊，祈求开示五路财神经，啊，这祈求老祖开示五路财神经已经五年了。五年前一直就祈祷祈求祈求，啊，祈求到今年乙未年的6月19日，刚好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光降地球，33周年，33蓝天，33天王。 玉皇大帝，啊，那么准我开启蓝天，恭迎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地球，以所有有缘的贤士同修，天人合一，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伦永续的功德天。 结果都一一满愿了，所以在6月19日，王禅老祖啊才开示，尤其在八卦城啊，王禅庙前的八卦天心圣台的上空，王禅老祖看到地球众生很多的无奈，啊，又加上我们的很多同修。 一直在祈祷。
开示五路财神经，老祖除此不开示，为什么？还没开示前呢，我找遍所有的五路财神经，嘿嘿，老祖都不是，要老祖要亲自开示，真正自己做五路财神，不是去求五路财神啦、啊，你听无？啊，有就爱讲真正，有的爱讲真的，无讲假的。啊，家己爱做五路财神，只有这个法，啊，做五路财神，流传世人呐、啊，依教勤奉行，啊，财智双全呐、啊，天赐福，啊，财智，你有才，要有智慧，要双全，啊，天来赐福。现在很多企业界的烦恼，第一代的努力，小时候吃地瓜，啊，出很不好的，所以自己看不惯呢，国小毕业就到处学徒，啊，那一步一脚印的努力，现在开上很大的公司，很多钱。结果二代的小孩子看老爸那么辛苦，我不要，我享福就够了。所以现在台湾的企业一个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二代富二代的问题啊，原来穷穷穷还没有什么呢，反正穷惯了嘛，我也穷惯了啦，那么当下富有啊，接下去二代不接，都是二代接了，又全部花光了。你现在气得死哦，啊，对心不安嘛，没了用啊！天哪，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你没有修行，干了怕扁。你有才，没有智慧，智慧要从修行来，知命，让孩子知命，让孩子能转命来转运，那孩子。他就会是你的富二代到富三代、富四代，千秋万代，财智双全呐、啊！所以，我一直要求社会大众，大家来学易经呢，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嘛。这是王禅老祖开示的真言呢，可惜我们都把它疏忽了。你的阿弥修行人都讲这话啦，殊不知你的危机在后面，第二步危机就来了。所以阿禅老祖今天开示了这一句：才智双全，你有才也要有智慧，双全天才会束缚，天在束缚啦。才智不双全，天束不了缚，因为怎样你接下去，哎。灾难要告别了，所以我们要修行。第一，修正过去自私自利的想法，啊，第二，多行善德，啊，布施救济，啊，那一些贫困的人，你就是一个贫困的人，他周围后边，他有他的堂上祖先，历代祖先。都会感恩你耶，然后成就你的护法耶。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事业做得很不好，啊，真潦倒。有一天到我五街五前五街，问我说：“老师啊，啊，我哪遐落魄啊？我咧辛苦钱哦，有啦，我存一千块啦。”拿五百块出来，你做什么？拿五百块出来，晚上明天我就没有饭吃了呢。拿出来，你去，啊，台中市洛勤街那里有一个育幼院，你赶快去那边行布施，然后把收据拿来给我，啊，然后我把你烧在天公炉，化在天公炉，那你渐渐你就好起来了。啊，所以先生呢，
他也很有善心，好了，反正，穷的穷，问灾啊嘛，他拿500块出来，后来拿了6百块，你叫赶快去，给这些幼儿园，那幼儿园呢，刚好出来一个小朋友，爸爸妈妈从小就不在了，那小朋友呢，看到他去了，叫他爷爷。 奇怪，我都不熟悉哪一个叫爷爷啊！谢谢你来救助我们，你会好运，你会赚大钱。哦，他听了这句话呢，小孩子小小的孤儿，他会为他祝福，你会好运，会赚大钱。啊，也不知道一件落皮干什么听到啊啦，啊，回来收据拿给我，讲他的心声给我听，原来做好事。 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所以我化了，没落过呢。他又带了一票的朋友来问我，那一票的朋友都是很好运的，经济也不错，所以就委托一个事业给他做。终极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所以这位信徒先生。 开始一路顺风，一有赚钱，他已经提拨10%去做幼儿园的救济啊，越做越发达。这个人要有智慧，天底下不是只有我在生存，而当你救济一个贫困的人，他周围的列祖列宗、祖祖灵会做你的守护神，做你的护法，会感恩你。 让你的事业会更好，就是财神嘛。所以每个人要自己做财神呢。那一位先生，哇，你就财神了啦，开了800块，贵人高，要去布施，你就是财神。不要自己求财神来财给我，自己还给你做财神呐。那就财助双全嘛。天的祝福啊啦。 这个故王禅老祖，以太极天八卦天心圣台开示。 王禅老祖在我们6月19日的时候，在云梦山鬼谷文化会馆。 举办2岸高层论坛，鬼谷文化世界和平文化论坛，再加上每年6月19日，我们在云梦山王禅庙内，由维新圣教维新宗幻变学院袁松院长三弟子带领的幻变法师一起。 在八卦城王禅庙，深潭超度中华民族3760世大小战争，王始之愿灵，超度列祖列宗诸祖灵，山河大地，好，王始之愿灵，整个的33年的法会圆满，从宗教的立场，宗教的立场呢，圆满。 宗教33年，谢天文华会，人间的学术12年的高层论坛。两个都要相互成就喽。 学术成就宗教，这个两者合了为一，是宗教是天堂，学术没有弄好变成地狱，所以才有学术界的
哇，叫嚣修狗啦！为了一个什么？哎，他的这智慧财权啦，啊，拿来去修狗，国家不傻傻，弄成国家的天翻地覆，这就学术的可怜处嘛。哦，所以这个两者，我们都要有这个见地，我们才成立了维新圣教。啊，然后呢，在6月19日圆满之后，两个全部平行了，平行，等号平行。啊，学术与宗教，师道天心，至中至正。这样来的话，上天才会请王禅老祖开示五路财神呐、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在太极天啊，八卦圣台造就太极天，太极天啊，这是八卦圣台啊，开示五路财神经。哦，所以要成立一个教门，要成就一个教法，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33年的岁月。所以我们在今年维新道场圆满成就了，啊，就开始了，啊，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偏移。荒游千里，传世间，这是维新道藏，维古文化，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和法宝，维新道藏，所以巍巍道藏三大千。15615件，件件都是我们列祖列宗15615列祖列宗啊，回归蓝天净土的天梯啊，风风雨雨7000年，虽然我们只有33年，但是已经启开了7000多年前，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7000年，千锤百炼不偏离，风风雨雨，各种的人事物的磨考、道考、煎熬，千锤百炼，我绝对不偏。中华文化道统是顶天立地，仰天地利，仰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啊，所以今天因缘时机成熟了，王禅老祖道教慈航33年，开示了15615件的维新道藏法宝，为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维新圣教的法宝依归，也是中华三族儿女回归蓝天净土转生。希望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的天梯华宝啊，维新道藏。啊，这个整个的全部的圆满之后，啊，王禅老祖，啊，他才开示了五路财神经，让各位去成就，每个人都是五路财神的化身，
法身和圣身，三身之一，一生的圆满五路财神。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做财五路财神，不是去求五路财神，你自己做五路财神，你好野人啊！求五路财神，嘿嘿，有当拜无着顶啊！啊，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有所觉醒，有所觉悟，自我成就，成就为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的三身集于一体圆满体的功德天啊！祝福各位。